大家好，这里是王老师学中文，我是王老师。又到了我们一起写汉字的时候了，今天我们还是会学习五个汉字。好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在写汉字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这五个汉字。地，地，图，图，地图，地图，电，电，画，画，电话，电话，伞，伞。
好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